好，那么病毒的这个预防啊，病毒预防的话就是这个，是做好预防工作，然后是不要打开这个病原来有验方方表软件啊，对于一些主要要进行扫描，不要承认这个的任务啊，还有警惕侵天性的病毒，尽量使用防病毒的方向。好，那么病毒检测技术呢，那就是这个通过一些手段来检测，那么特征码来检测最多是吧？啊，那主要看看有没有这个码，像我们那个伪程序一样的是吧？主要看看这个特征码有没有这个被检出来是吧？有了，我们就把它给干掉是吧？啊，就是这个标记。还有就是下一步计算啊，这种比较复杂一些，还有行为检测，还有其他扫描，还有虚拟技术。这些东西都是虚拟机器，就是检测是在虚拟机里进行看这个病毒的这个怎么来能检测出来啊。那么特征码检测就是一种最广泛的杀毒软件啊。我们平时杀毒有时候没那么快是吧？会杀什么？那不可能，全部你每个软件全部彻底的给你杀一遍，那不可能是吧？现在看那些标志位特征。这个标志位如果说是有，就是有毒；如果没有，就没毒，是吧？因为我们病毒太多了，是吧？因为你影响的病毒库里面，那也成千上万种病毒，它检测的话，它不可能一个一个去给你对，是吧？我们对半天，啊，它得是码，特征码，所以的话，特征码里面有没有，有的就快，是吧？没有就不。那么虚拟机器数的话，就是一种动态特征码扫描的一个关键啊，这也是一种，它是一种模拟的 CPU 啊，一个模拟的，与非线性这个指令的执行编译啊，就像一个机器一样的是吧？来运行。那虚拟机首先要从文件中确定并读取入口代码，虚拟机相当于 CPU 是吧？来机器先读取入口代码，然后解释病毒头部的解密段。因为这个病毒的头部啊，一般都加密了，所以的话呢，你这个要读的话也是要解密啊。现在这个病毒伪装很厉害，你看头部不那么显而易见了。这个在执行过程中会查找病毒特征码，特征码隐藏很深，因为现在病毒的制造者他不会说是把这个特征码显而易见，那不可能是吧？他会，你要查的话，他可以经过换算混杂是吧？另外就是这个核能领的啊，就大家现在已经比较多了是吧？这是一个安全技术。那以前杀毒软件的话，我们都是这个拷个杀毒软件在上面杀是吧？这种比较多，也是比较流行的。后来因为有这个云以后呢，有这个云以后呢，这个就开始在云方面这个。这么多病毒老是更新挺麻烦的是吧？拿病毒库更新，那个时候我们装一个病毒软件的话，它的病毒库总在更新，一更新很耽误事是吧？你不更新的话，它那个病毒它每天都在增加病毒库。好，那么放到云上面，放到云上面以后呢，就是云查杀是吧？这用户里面在找的机器，但是这库呢，病毒库呢，还有码库的话呢，全在云端。中央服务器啊，这样的话呢，就避免这个查找软件不要升级，你不要升级啊，它就全部你搞好了。这种方式的话呢，就比较好一点啊。这方式的话，使这个能够最大化的释放用户的存储空间和人力资源啊，能够这个还颠覆了这个传统的事后病毒，因为它这个云安全查的话呢，它可以实时的是吧？最新的你就可以马上查的。啊，这点就比较好。要是我们病毒库没更新的话，不小心还没查是吧？这个就慢了，是吧？大概一看是疑似这个木马和病毒的，从超过100台、500台，同期报告它会有个收集期。啊，如果有人他不断收集，如果有这种发现，他能马上发现这种病异常是吧？啊，比方说传到1001台的时候，这个传感器会报告我们公司就危险区，是吧？所以说这个时候呢，它就处于一种比较快的一种反应啊，这种反应快，这种云端啊，利用云端这种
资源共享，信任的反应，实时反应啊，实时获取和实时反应和实时下载，这样的话就能够很好的控制这个病毒啊，比以前的方式好多了。另外呢，计算机病毒的免疫技术，就是计算机啊，能不能就免疫？我们说免疫打疫苗是吧？啊，打个疫苗你就不就流感了是吧？打个什么新冠疫苗是吧？啊，打个什么什么很多啊，免疫。那么计算机有没有一种免疫功能？但是免疫我们说比较慢一步，但是没有人通通对各种病毒都进行免疫，没有，还没有什么一种，哦，那免疫我们必须要一个新病毒检测，你这个难，那新病毒你还不要受病毒，是吧？然后通过它的分析和检测新病毒出现。系统可以更的对免疫来进行更新和阻止更新病毒的传播，这也像什么呢？人工智能了，是吧？要去学习，是不是？但这个学习必达到人的这种境界的话，很简单，是吧？这个你很简单，就是你不能够说是能够机器自己发现新的病毒，而且还能够解决，还能更新，还能够处理，这没有。因为机械它没那么多知识，是吧？它必须是机器，现在它只能重复以前我们通过劳动，是吧？把我们以前劳动给它规整一下，重复它来做，还在我们控制范围内做。让它自行创新更新的话，那就不可驾驭了啊！那么 IBM 也想开发一种啊，它是数字里面一种原型。这个原型的话就是什么呢？就还没有试验成功的啊，还不通过市场，是原型。来全面防御病毒，它设定目标提供快速的响应措施，使得病毒的一技术系统就会得到有效。当新病毒进入某一种组网中的时候，数据系统能够自动的对病毒进行捕获、分析、检测、屏蔽和清除操作，从而使病毒在广泛传播之前得到有效的止防。好，那么数字免疫系统的话呢，依赖于这个病毒分析机啊，对新病毒的一个检测能力，通过不断的分析和检测病毒的出现，现在可以不断的对数字免疫软件进行更新，以阻止新病毒的流行。啊，这就是这个数字免疫系统。